我的个神呢，想去五千区看个热闹，没成想马超都跑冒烟了，排了两回都没挤进去。之前光听说各大主播带队，资深玩家参与争夺霸业，还有爱恨情仇剧情上演，这也太火了吧。就看这开区的一小时，宝宝没挤进去，可是小十一月一分钟就进去了。这还不够，还直接白嫖了刘备，要不咋说人比人活拉拉气死个人。还有这些个大哥们，你们也太会发家致富了，搞了半天给宝宝挤出来就是干这事儿啊。不过最离谱的当属万人敌的马甲让人家抢了，真是你敢买我就敢吆喝。你觉得义子会拿下吗？还是会搞个繁体的平起平坐呢？开区一小时，各州的竞争就异常的激烈，单就这人口密度看，可能晚一分钟都捞不着好东西的节奏。也不知道宝宝还有没有机会进去看热闹，我们下期见吧。